大姐，哎呀哈喽，这谁这是？姐姐，我嫂子。嫂子呀？啊、是我，你那什么，是大伯嫂子。大伯嫂子，就是过来串门来了，是不是？嗯呐。林丽珍，62岁，丧偶，居住地德惠市岔路口镇长沟堰村，年收入2万元，平房3间。一年了，我记得好像是上次的时候也是夏天，也是这时候，我记得家种的可那啥了，这是一年了，是不是？一年多了，一年多了。那如果算上这次，红娘已经是3次来给林大姐介绍老伴了。上次聊得挺好的两个人，最后又是因为啥分了的呢？太能磨叨了，哎呀，烦人！哎呀，那说话太能磨，叨叨叨，哎呀妈，不住嘴说。哎呀，我说说两句中，我还有活，不像你没活。哎呀，我也有活，我有活。你看晚上有啥事，晚上再唠呗。哎呀，别不管啥事，不管早上，不管你写不写，就给你打电话。哎呀妈，太磨叨了，后来我就不干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就是。这个大哥他那是就本本分分的大哥，是年轻的时候当过3年炮兵，然后复员之后吧就一直在那个农村干活了，然后就是大哥反正就是啥呢，就是本本分分的人，每天就是啥呢，园子活地里活，然后再加上养羊，行不行？条件啥的感觉咋样？条件看看吧，看看去。咱们就看看看他俩哈，一会儿行咱俩就处呗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咱们早得去参谋参谋参谋，行不行？参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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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你，哎呀，这大老远的还没见到玩意儿啊！嗯呐，你好，拿点这这这这这，这么慌啊？这俩不中啊？也没看着茄子，啥都没有，豆角没有。哎呀，这没有都没种豆角，是不是？那你这来说的还照片像吗？来说的还照片像吗？照啥？啥呀？照片呗。哎呀，你这咋说呢？拍照片。没事，这更是拍照片上。拍个照片。拍照什么照？不是照吧，照拍拍一个呗。还有看着照片留留纪念啥的。不留那留照什么照？不照不照不照。他瞅这样了，没相中吧？我瞅那个意思还是没相中。没相中你。他有心有点，他心有点飘，他心有点飘，我看出来了。咋看出来的？我就看那意思他。他总表他说个这嘎说这那还就说合个影，他说别合那玩意，别合。啊，从那儿就看出来他没大相中。哎呀，这玲玲丑不是咋的，像没相中，反正待会儿唠唠嗑看啥样吧。哈，咱们说玲玲大眼丑，那你说春天，我怎么就看你看不够，怎么看你都顺眼呢？那这几个兄弟也是，我瞅他像顺眼，我就瞅他像不顺眼。不是姐，那问题啥？你瞅我顺眼，我是女的，我也不能跟你过呀。就是，咱俩那我就瞅他怎么瞅像演演员，就是人和人之间，就是见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概的感觉。有的人是一搭眼儿，你可能觉得没啥感觉，但有的人属于耐丑型的。再一个啥，一会儿聊聊，看看大哥对过日子方面。再一个啥，主要是啥？咱现在不找老伴儿吗？看看如果俩人到一起了之后，对未来老伴儿。他是咋想的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